来，我们第一喜马上要揭晓，请大家捕捉这个精彩的画面。我们一人拉一边，好的好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维里安的画作《鸟与狼》立体化之后会是什么样的面貌。我们数倒数一下。好，来，那今年你27岁嘛？从27吗？有点久。27、26、25。好了，3、2、1就好了。3、2、1，好。OK， 来，我们请维里安跟他的装置艺术来合照一下。是的，这个展览呢，斥资百万，大家可以在5天的时间到这里来拍照，来跟维里安的画作，代表着光明面的鸟以及黑暗面的狼来做合影，也一起来期待《有所谓》专辑的正式到来。5号正式预购，25号正式发行。全新的维里安变成了型男，变成了狼男，非常的有味道，非常的 man， 非常的有个性。当然不变的就是他的才华。来，我帮你拿一下麦，哦，这样你可以摆更多的 pose 哈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喜，三喜临门的维里安，终于孵出了他的巨婴宝宝。等了600天，在此刻，我们在百年的华山来斥资百万打造这个有所谓的装置艺术展。好，多换几个 pose 哦，你现在是型男哦，不能像以前那么害羞，哎，要走 model 路线哦，来，帅帅帅。好，那当然最重要的是，好期待哦，除了狼以外，这张专辑会有什么歌哈，大家赶快今天开始哈正式预购，我们绝对会冲到第一名啊，之前偷跑就已经到第二名，太可怕，现在正式的跟大家宣布，我们已经开始预购了。这个展览呢将会有5天啊，这个作品将会放到我们的2楼，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参观防水的装置艺术作品。好，谢谢。